老板，老板算出来给我钱。你好，你那里总共全部算加起来262，算你260就好了。哇，大只嘴，反正应该是中嘛。老板，小本生意不？你要打折也要满300以上啊。哎呦啊，哎呦，我就给我钱一瓶。这个10块钱一瓶哦。老板拿4瓶来。哎呦，点个九钱，老板，我算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0.260+4.0=300，乘0.8=240。哦，打完折240。240啊妹，还有没再拿多一瓶钱哦？+1.0=250。哦，老板，刚好250。嗯。到了，演啊！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呐！哎，老板，哎，你停哦！哦，爱平啊，爱平没送给你古老吗？送给你。